我们都知道滚石地砖在僵尸经过时会从上落下滚石击飞僵尸，那么现在有一排的滚石地砖，哪些僵尸能够轻易通过呢？飞行僵尸，没错，脚不沾地就不会被搞。火把僵尸，失败。机器黄牛，成功。淘金僵尸能一下飞过去，回过头被嘎了。功夫小鬼落在了中间，被击飞了。骑兵僵尸，成功。盗贼僵尸，没料到的是隐身后竟不会被击飞。滑雪僵尸倒在了地砖上被击飞。失落向导，地道出来还躲过了一次滚石。这看大爷，失败，解除封印的大爷，成功。矿工僵尸，地下速度过个滚石阵还是很轻松的。阴阳师僵尸，神风没有送到终点。平行僵尸，成功。冰柚，轻松。僵尸机，简单。